常年龄最大的选手，今年42岁，他又会带来怎样的表现呢？我希望能得到评委的认可。大家好，我叫费飞，来自北京通州奥体健身中心。我们现在可能大家只能看到您的一个正面，我们能看到您整个的一个身体状况吗？对，错了。我这看到你就像看到赛场上的，我感觉。您在健身方面可能很有经验，那在减肥方面吗？我从事健身这项运动已经有17年了，我带过各种类型的那个会员，包括有肥胖的、增肌的，我都带过。你17年的从业经历了，那我能问您，您今年多大？我今年42岁。哦，真不像啊，真不像。因为我热爱着这项运动，因为我的爷爷、包括我的父母，还有我的兄弟。弟妹都是搞体育运动的。能那个冒昧的问一下你爷爷的这个寿命吗？我爷爷是92岁。哇，现在还直接告诉我们，你想年轻吗？你想长寿吗？那就运动吧，这是特别鲜明的一个例子了。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展示？我会给大家带来一段那个健身的才艺表演。好，有请。好，那就谢谢你，希望呢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超级教练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他的这个